比万晚安，公园辛苦的入口操办，谢谢你。圣人晚安，大家晚安。啊 ，bless 晚安。絶賛ダルダルモード中。晚安，今天好想录卡，祝大家晚安。晚安，今天好想录卡，祝大家晚安。公园隔天的刘家都会这样。阿叶晚安，谢谢欧比玩的笑到哭，吃饱了。今天自己做。西瓜林晚安，又快吃晚餐了。啊，强哥晚安。公园隔天的后遗症就是大活动结束之后的这个空虚感。对，公园玩太累，再加上没有那个紧绷的感觉。谢谢送我小号角，我今天睡了十个小时，还好。我中午也在睡觉，昨天晚上3点多没吃药就直接睡死，我连头发都还没吹干我就睡，然后睡到早上10点多，然后吃午餐，然后再去睡觉。而且你们下班都好晚，难怪累。对，我们下班还好，因为我都是上班早上的那个场。对，可是有一天集合超早，礼拜天嘛，礼拜天比礼拜六集合还要早。我们那天，不开心。6、7点不久没有叫你吗？昨天没有，前天有。Eric 晚安，真不错，每次要就睡死。最近都很热，对，再加上最近很热，礼拜天比较晚开始。对啊，礼拜天比较晚开始，结果我们集合时间比较早，真的会累死。对啊，所以我那天只睡4-5个小时，就算有吃药也只能睡4-5个小时，这样真的好累。你今天就睡死，然后一起床也不知道逻辑在哪里，辛苦啦。就今天一起床就全身酸痛，再加上没有很紧张的感觉，就是放松，再加上就是公演结束后的空虚感。对，礼拜天有便当有，但我那天就有很多时间，很多休息时间，所以我们这次有吃饭的时间。海报晚安，所以如果会希望第二天是晚场，我们每次都是早场，你们知道吗？如果是晚场的话，我们集合时间就一定是3点还是2点还是4点，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才不是早上9点10点这种。对，我比较希望变回5、6日一天一场，毕竟很早集合。对啊，上个月是晚场啊，没有，我上个月是早场 ，P 组一直都是早场，你知道吗？日比较没有那么赶嘛，就因为集合时间很早。又改礼拜六，因为是小雨的关系啊，有 P 组都是，对，就是早 P 组都是早上。有一次就是小雨没办法上场的那一次也是早上。真的是小白兔晚安，鸡凤亮晚安，请组长去争取，都没有轮流的气势。对啊，只有 T 组才完成，没错，没办法睡到自然醒。对，如果有两场或两场都是早上的话，真的会很累。这次就是这样。对，其实上次是变成晚上，是因为有几个成员的行程的关系。对，不然原本是早上，中午。可以看在小雨可爱的份上原谅他吗？我没有怪小雨啊，对，我没有怪他。博成晚安，可是礼拜天也可以啊。早餐今天上班很累。六晚产接日早产也不
好像也对啦，是没错，但至少不会睡得那么晚。对啦，没错啦，晚场有些成员有三场嘛，对对对对，他们最辛苦，我不应该抱怨。Luca 昨天有说你想吃摇摇薯条吗？没有啊，摇摇薯条什么意思？但至少昨天天气很好，昨天头发好可爱，好喜欢。三场都跳得最累了，对呀、啊，最辛苦的是四期生，我不应该这样抱怨。Luca 晚安，好久没看你直播，晚安。我昨天来只在问你们每个人要不要吃哦，你。没有啊，你太快了，要不要吃？要不要吃？要不要吃？这样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看得出来那是什么东西？麦当劳新上架的旧产品，我知道，我知道。对，四级生年轻，体力好，也对啦。你讲得很快，有些人说要，有些人说不要。我是不知道，拜拜拜拜，要不要吃？要不要吃？拜拜。确实，周日。周六晚上快十二点遇到事情，隔天还要跳真的苦。对呀、啊、周六晚上快十二点遇到事情什么意思？你怎么会遇到？不然下次再一次，知道我还有整，没事啊，我们好好好好拜拜，不行吗？拜拜。我也想觉得，可是我们应该不会留到那么晚才对啊，是他们自己留吧？就我那天跟韩寒去唱歌，要回家上捷运就刚好遇到，好，那有可能他们自己留在公司聊天之类的。跟韩寒唱歌，是他们去别的地方。还是九蛋看到是不是不是四期生？很像四期生的别的成员，也不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的。那天韩寒有活动，像一阵那样的餐会哦，梁姐，韩寒第一次有餐会，是其他都穿 P 主题哦，那我知道是谁了。结束我跑去吃大餐，应该是这样，对，因为通常不可能会留到十二点多，嗯，除非住新竹啊、桃园之类的，对。大家晚安，那我们聊一下公演的事情。嗯，我想一下哈，礼拜六的，礼拜六一开始 ，MC One 我们是聊什么？哦，好像是那天是高中会考吗？还是分科考试？到现在公演结束都不敢去吃火锅，坤坤晚安。那我星期六也是晚上十二点，大家怎么没？对，没想到现在指考变成分科考试，这样吗？礼拜还有我，虽然在山上，但前后都没人好开心。小易晚安，晨晨晚安。对，听说现在分科考试是不是没有作文？真的很羡慕。之前国文考试一半的分数都是。一半的分数占作文的样子，对，然后我每次考不好，作文对日本人来说太难了。什么是分科考试？就是以前的指考变成分科，现在完全不懂年轻人在考什么。对啊，机测现在好像变成会考吗？对，现在满分是多少都不知道。对啊，作文我印象我好像是几分，更早以前叫大学联考。原来如此，越改越复杂。我以前好像也没作文，真的哦，这么好。什么是指考？是跟科举一样的东西。你是科举那个年代的人吗？我想想，好，
对 ，MC one 就是大会哎，之前大考的无法忘记的回忆这样子。我只知道机测是国中考，高中对，北北机，还是我交白卷，也不会吗？应该不太可能。反正就是，等等，我那时候是说，我高中，原本是因为老师叫我们说考场填我们这个高中，因为我高中在三重区，那时候读三重区，所以老师说考场就尽量填三重区。但是呢，我被分到的不是国三重，是三民高中。我记得很清楚，我选三重区，结果没办法，我没有被排到我读的那个高中。这样，我现在觉得我应该要选我家附近的那个区域，我去那边考真的比较好。对，然后我画了一个半小时，快要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去那个地方，但是那天高速公路大塞车，大真的是塞车。然后学测的第一个考试是英文，然后英文通常是一开始播听力嘛，所以听力如果迟到就没办法考听力，所以就完蛋了。对，然后我在客运上想说怎么办，我真的来不及了。我原本真的早出门半个小时，结果真的是大塞车。对，原本是一个半小时到的路，我提早出门两个小时嘛，不是，我就是打算两个小时前出门，然后到那边，然后三十分钟复习这样，结果真的在大塞车。三民高中在芦洲，对啊，就是三重区啊。是芦洲区吗？好，我算了，没差。这样考烂就有理由了。咦，那个年代三民高中是捷运站还没好，有好啊，但是对还好是因为还真的是还好三民。我被分到三民高中，所以我捷运通常不会迟到嘛，对，所以我捷运站下车我就直接进去那个高中，然后考试前三分钟我才到教室，很可怕。那我应该是选芦洲区，可是这个不重要。小鸡晚安。哎咻，捷运塞车，还好你没迷路。因为前一天通常都要去那边，我们都会考试前都会先到那里。对啊，我都算好时间，然后这里到我家一个半小时左右 ，OK 这样，结果就两个小时，变成两个小时，真的是。而且客运就是高速公路大塞车，我也没办法叫警车，你知道吗？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如果真的快要迟到，可以叫警察，然后警察会帮我开路。这样，对，太久没考试，都忘了会先去看考场。对，但我真的很后悔。其实，因为就算我选我原本读，就算我被排到就是国三重或者三民高中，我都不会跟朋友聊天，也不一定朋友在那边，对吗？所以我应该要自己选我家附近的考场是最好的。反正我都是一个人啊，我真的超级我觉得很白痴。要跑高速公路的时候我都抓更多时间。对啊，考试也没什么时间聊天。对，因为我都是乖乖听老师说考场尽量选芦洲区，这样方便比较重要。对啦，我后来发现，其他人没有选芦洲区，想说为什么？他们说，我家到那边比较近。然后想说，原来可以这样。但我只考也选三重区，所以
我真的很白痴，方便比较重要，对，有考好就好了。结果我考的超烂啊，真的是，我考试都写完就睡，睡完起来考。对，然后三名，你知道三名高中的教室很小，然后就是可以作弊的那种程度，就是左看右看都可以看到别人的考卷。对，考完只能接受结果，不过主要是同校会有人在考场服务吧，真的有状况可以寻求支援。对啊，但我不是被排到三重去，原来是这样，很方便。有没有偷看一下？偷看吗？没办法，我左右两边都是那种混混的学生，他们感觉都是比我还不会念书的人。对，哎，如果 我旁边是什么建中生啊，或是什么是北一女什么，那就多好。左右都比你烂，对，所以我看也没有用，参考隔壁同学的答案，对。但那时候是因为这样，我有一个，我们高中有一个人，他就这样作弊，然后考六十几学分，然后被其他同学骂爆。那考卷没办法，你想做什么？你至少能排出一个选项，左右就少两个选项。反正我就算我看了也不知道那个答案到底是对不对。你应该要选经营考卷。对啊，如果我选了什么，对，师大附近的那边啊，不是师大，讲错了，师大附中啊，那边附近的考试搞不好，对，可惜。没有了。经营晚安。但想说这么大考学测能可以作弊，那个距离到底是多可怕。对，中正区我都忘了我在哪里考。对，我真的，但我现在很后悔我没有选桃园区。嗯，现在想想都算了。对呀、啊、你不觉得很白痴吗？都住桃园，结果考场选了台北。今天下辈子选中正，建中北一都在那里。现在是什么天龙人话题？我们在考学测，当年无法忘记的回忆。对，我英文听力也是选三重区，真的好白痴哦！为什么选三重区？这样搭车很累。对呀、啊，真的很累，但那时候就是习惯这样。对，哎，我真的好白痴，影响考试精神。对，但我那时候也觉得。嗯，对啊，如果平常习惯的考场考试，可能比较不会紧张的。对，结果被分到三名高中，被老师骗了。觉得应该说，不管去哪个学校都会紧张才对。对啊，但我不知道我们的考卷，我只考作文写很烂。说实话蛮烂的，但是分数没有到比想象中那么烂。然后那时候我是被分到新北高中，想说那时候帮我看我作文的人是不是那个高中的人，就是我读的那个国文老师，是不是他帮我改的？结果更紧张，因为快迟到，通常都会被丢去不是自己的学校哦。真的哦，陆凯前一天有临时抱佛脚吗？嗯，什么意思？会被丢去别间。可是我们是三分选芦洲区的，三分之二的人是选到自己的学校，三分之一的人被选到三名。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人数太多吧，就是前一天熬夜念书。大老虎晚安。临时抱佛脚就是考试前拼命念书，对，但是是没有用。那看来我们运气都不好。那哪一科最擅长吗？那时候吗？硬要讲的话，应该是数学乙。嗯，
应该吧，我不知道哎、欸。可是我如果只看学分的话，我英文跟社会跟国文好像是同个那个成绩，就不是有一到十五吗？对，还是看到是日本人分数放比较快，哎、欸，也是有可能。对，卢卡知道临时抱佛脚是指最后一刻才努力的。刚刚前面的人帮我解释了，数学题目不是都文字游戏吗？不是，成绩排序高到低是这样，什么意思？成绩排序高到低，同个 level 对，就是简单。如果直接讲，都是都蛮烂的。对，我只考英文考超烂，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的是学测，但是只考的话，真的是。我那天运气很不好吧，就是不知道的都猜错。对，卢卡知道我爱丽是什么，我爱你。对，然后没事。哎，不对啊，我是怎么？对，就是你哪一颗最高，然后一排。一序排下来，学测的话，但是就算是国文的十级分跟数学的十级分，我不觉得是同个 level， 对，因为我知道台湾人，我那时候好像国文的底标好像是十吗还是九，有点忘记，国英文分数最低。这也是台湾为什么要考英文，反正就是，一般人正常如果没有好好写作文的话，至少也可以考到十级，国文至少应该要考到十级分。但因为我就是不会写作文，我国文考到七级分，超低，七级分就是连底标都没有，底标在下面，好好笑。卢卡知道现在有繁星计划吗？不知道哎、欸，那是什么东西？对，那时候我看一下啊，我好像都丢了之前学测的那个过去的学作文的，哎、欸，中文的作文对你来说太难了，对我那时候就有了。然后我们的上一个人，哎、欸，不是我们的上一届。听说考试都很简单，所以大家的分数都蛮高的，对。但所以就是隔一年就被改到很比较难，对，超级难过，数学都变很难了。高中一部分可以推荐上大学，高中的一部分哦啊，我知道，但我不可能，我高中成绩超烂的，我就是不会。讲中文的状态进去高中，绝对不可能。可以用繁星，发现出的太简单不行。对，我们的上一届，对，就是84到85。对 ，OK。然后那时候被说我们的数学是第什么十几年里面最难的什么。但是不是每一年新闻都这样报？今年的数学是最难的，然后隔一年便说今年的英文是最难的，什么？连我都没办法用繁星，繁星超麻烦，还要看校牌跟额外贡献。对啊，笑死！对，每一年都很难，但我们上一届是真的比较简单。对啊，考试卷要有鉴别度。哦，晚安。对，你们应该知道我是晚读半年吧，因为日侨的毕业的时期跟台湾毕业的时期不一样。对，如果我跟同岁的人一起考试，我一定比较好。繁星好像玄玄吧，超童前几天在直播说他太忙了，根本不可能拼繁星。我也遇到变难的时候，前两年哦，有可能，我不知道。对呀、啊，而且我们是鼠年，所以更
人很多更难。对，哎，可以，可恶，真的好可恶。对，所以有些生肖的人可能就比较没有人气，但那时候就是考试比较有机会可以考好一点的学校。鼠年很多，鼠年超多人，好吗？啊，龙年可能是最多，没错。我也是属老鼠，对，我们是属老鼠跟牛的那一年，对。龙年很多人，一堆人当分母，属牛、虎、兔、龙，对，龙年可能就真的很多人。虎、兔，哎，那是多少有塔兹米？可能差一点就上公立，对。然后，对啊，猪年猪那一年就很少，老虎那一年超少。属牛，哎，那是多少有塔兹米？塔兹米，那可能是就是兔跟龙的那一年，可能就最难。我以为卢卡是属于我的，好险现在没人说他属于什么属于你的。早安，今天有点可爱，笑笑晚安。你上面对，想玉打这个留言的时候，有人已经讲了，狗人蛮多的，狗应该也很多。那有啥？马西斯的伊诺伊对。我爷爷奶奶只好一个蛇一个虎，是哦。狗人好像还蛮人，什么办了？下次快一点。嗯，鼠年，对，鼠年真的很多。牛还好，牛还好，然后老虎就真的很少。我们每一次看大学进来的人就大概知道，因为我大学你们知道我读哪里吗？就是没有很好的学校，所以就是。跟我们同一个程度的人都可以考上好一点点的学校，对。狗人听起来超好笑，不知道啊，不知道没关系，反正就是某一间私立大学，对，不知道会不会倒，因为听说这几年很多大学都倒了，对，原来是这样，对啊，我们那一年人真的蛮多的。但是隔年男生就只有五个人，超少，然后隔年就更少了，比我们的一半，不知道会不会掉。下次下游 diss 自己学校，我会永远 diss 我学校，因为他们不给我奖学金。对，他说我不是外国人，所以我不是留学生，所以我不能申请留学生的奖学金，然后说我是外国人，所以我也不能申请跟你们一般，就是考试第一名通常是可以拿到奖学金，连我那个都没办法，我真的气死，气到爆。我只考全班第一耶，这么厉害。卢卡气很久，对，我会永远会呛我大学。在那个地方要倒应该不太容易，南部的比较有可能先倒。好，了解。留学生怎么定义呢？他们上面是写外国人是可以申请的奖学金，然后我原本申请，他说你不是留学生，你是不行。留学生就是要有证明，我高中读日本的高中这样。对，他们很好，他们就如果可以的话，成绩好像前20%就可以变成学费，变成一半。或是学杂费不用讲什么的，我是可以，因为我科系就，我是每一年都可以申请，但他们就是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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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麻烦的规定，对呀、啊，我真的他真的很夸张，对呀、啊，但我念个学校第一名才上文化大学，哦，哦。一贯晚安，确实你从台湾念上来很难说是留学生，根本欺负人吧？对呀、啊，留学大学特别来读的才算。如果再来要念台大的研究所，研究所好像不能啊、哦。其实现在是可以读，对，因为我的
我大学的时候是用留学生的那个啊，用留学生的身份申请居留证。对，一般不是都会帮学生想办法申请吗？我们学校就不会，他们也不会告诉我说，你不好意思，你就虽然是第一名，但你没办法拿到。因为我是毕业后才发现，哎，为什么第二名的人拿到钱，然后我没拿到钱这样？然后我后来问，发现说，因为你的资格两边都不能申请，所以你没办法拿到钱。我真会气死，好烂，真的很烂。对啊，因为我大四选的，我大四的时候选我比较擅长的科，就是。我比较擅长的那点的课业嘛，对，日文啊什么的，跟日本有关的，我可以拿到100分嘛，对，或是什么学甜点，对，做甜点啊什么的那种课，那种课的话就是那种课拿高分就很比较容易，对，反正就是校牌都是只看分数，不会看。你是上什么课？怎么可以欺负我们家路口？那个钱我就看雷军不上吧，我补10倍。原来路口跟我一样都是大学第一名，对，但是我只有拿到一次。路口表示之前我没在认真念书，你看看这就是我的实力，甜点第一名，对，就是当小老师啊，或是对，或是不要迟到。正常来上课，然后考日文考满分，这样就可以。所以那次就可能拿多少？10000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拿到10000，但没办法，每年都能第一。对，但大一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只能选自己科系的必修课跟选修课，对，就是先选好。先修一下我们科系，大三之后就可以选别科了，对，自由选课嘛，算了。看那些原本拿多少连续，今天丢等值的火箭，可是浪费抽很多很多。Luca 有当过家教老师吗？有啊，但。不是那种专业的老师，就主要是聊天。完了，我脑袋里面有你在跳 Hello Center， 但我本身脑袋不是那么笨笨的人，我就是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而已，丢十次就可以了。可能需要哦。哎、欸，等一下哦，我不知道，就感觉大智若愚嘛。干奶，干奶，什么呢？但现在长大了，我又开始想要读书，不知道为什么。对，不用十支吧，可能需要我，我不说。4个数字的名牌吗？我也要准备，我手会用。怎么突然想读书？我不知道哎、欸，我被。朋友影响到，对，我最近的有一位朋友，他长大后还一直读书，对，然后我身边的人都在学外语，就觉得好厉害。丢火箭 versus 买同样价钱的升息，你被 Mina 影响到吗 ？Mina 她做了什么？如果要读研究所，这个我没办法，因为我没办法申请居留证。在我的居留证到明年3月就没了。对，接下来如果我要申请的话，我只能申请工作的居留证，对，或是我把国直接丢日本国籍才可以。要工作证，那明年3月后就看不到路卡吗？我要怎么活啊？明年3月之后的话。我只能跟公司申请说，就拜托帮我申请我的工作证。可是这样很麻烦，就是一年要
申请每一次只能申请一年，对，大概是这样。小时候不是结过，我们这边可以假结婚，对，一年一次，还是我来吧。对，一年一次，很麻烦。我剪在外面。我还没结婚，结婚赢了这边80%的人，不然就是你再考试看看，用读书的身份待着。哭家晚安，对，读书的我不能用啊，因为那个是一辈子只能用一次，对，就大学用过就不能用研究所。小硕老婆在你背后，对，对，那我现在怎么在台湾？是因为台湾有一个法律，就是，反正有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你 OK 的话，你有通过的话就可以。我的条件好像我有超过两个，好像是一个是待台湾20年，还是10年以上，还是反正好像就是这样。老婆非常火，反正就是我在台湾已经20几年了。23年吗？对，哪里啊？点那么帅哦！他在玩吉吉。对，我在台湾13年了，所以就可以申请那个东西。对，这样的话，一清，因为我原本是一清居留证，20岁以后就不能一清了。对，所以那时候我改成还没有永久居留吗？我那时候是不能申请，现在好像是可以。对，我是没有，我不能，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反正是台湾的法律又一直改，一直改。对，我可以申请的时候，就那边说不行。对，但其实你可以去申请加台湾放弃日本籍，日本会说不行，没这个国家。有补过，没过就算了，可以双国籍。双国籍吗？可是我去日本就不行啊。你查查有肉豆。对啊，日本、台湾可以双国籍。但最好是不要，我想要麻烦。日本不承认台湾国籍，所以没关系。但你们知道前阵子就是有一个政治人员，他是台湾人啊，他是双国籍的，但日本是不能双国籍，所以就是被骂得很惨。台湾不算国家，日本会无视？没有没有，就是他，他被骂得很惨。然后他在大家说，我现在是变成日本国籍啊，结果台湾的没有放弃。然后就被骂得很惨，应该可以申请永久居留吧？不行，不知道为什么不行。我妹妹那时候说被说可以，对。而且你知道永久居留真是要缴10000台币吗？10000台币就是10年，差不多10年待台湾的。如果我未来不会待那么久的话，我申请那个就没有用，对。一般人完全没关系。那你又没有选日本的公职？但我不知道我不想要那么麻烦。还是卢卡要去日本当议员？没有啊，没有。动算，还卢卡决定就好。公演下一个 MC 是什么？对吼，对，对不起。然后，礼拜天的早上的 MC 是这几天一直都下雨，然后下雨天你通常都在做什么？这样，然后我说，因为下雨都是差不多是下午3-4点的时候嘛，我那时候都在家里，然后我在看碰奖被打雷吓到的样子。安静的碰墙最可爱吼，他怎么不在？他怎么不在？家，碰墙安静的时候最可爱。在等雨停，碰墙只有下雨乖乖的。对呀、啊，很可爱。
我想知道那个换位置游戏为什么不直接名字要用海报？写海写名字很难，很麻烦呢、啊。然后海报的话，就是可以顺便宣传我的海报，我们的周边商品。对，昨天还偷流，嘿嘿肉球。那个环节我快睡着，你房间好大，感觉要海报主持人还一直念错几个对。你房间好大，我查到的传教也可以申请永久居留，卢卡可以参加，而且写名字透过纸比较容易看到，根本看不到。那段坐在侧排后面完全不知道在干嘛，我只能一直看着卢卡的背影。哦，你们坐侧排哦，那我们应该要往后一点才对。这宣传海报商品的效果不错。对、啊，你们 MC 如果能站后面一点比较好。好、啊，那我们下次注意一下，我们站一下后面。对。礼拜六那个题目的纸太小。礼拜六吗？那个就没办法了，我们没办法再写那么再更大的，主要是考虑侧排后面的观众。礼拜六的我也看不到，这就没办法，不要怪我。啊，但提这个游戏的是我，对，但是那个我们那个游戏是比较常出现在东大王里面的。只是东大王里面比较难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规，他们不会说这个是什么，他们只会说好，我们要这一题是这位是哪一个作家这样。对，那个道具是你准备的吗？我拜托公司，然后他们帮我准备。字太小看不到，嗯，但没办法，后排就没办法了。要玩东大王，这样山顶谁是一者？对，一直在上。对，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游戏。对，这个游戏就是像是答案是卡比的话，可能要写心啊，不能写卡比这两个字，可以写心。或是桃色的桃啊，或是圆啊什么的，对。然后这个也可以，就是想思考一下，可能他会写什么，那我写这个答案之类的，或是对，就是怕跟其他人撞到，就比较猜的人比较难，对。就是可以考虑默契，同音字呢？对，同一字，因为日本，你们知道日文不是每一个单字都有汉字吗？对，所以台湾这个比较好玩。但我发现台湾基本上每个单字都有汉字，所以可能你们对你们来说比较简单就对了。我觉得汉字游戏蛮有趣，对，其实蛮有趣的，只是这个难的地方就是我很想写矮这个字，可是可能平常没有写单字，所以也不能跟别人讨论嘛，所以不知道矮怎么写，所以只能写小这个字之类的，反正就是需要用一点头脑的这种游戏。对，有人写作音效的，我真的快崩溃，写作音效完全没有用啊，忘记怎么写啊，笑。对，就这个也是这个游戏有难度的那个地方，可是直接写答案，就别的东西就已经没办法，就是该怎么讲，好难哦。不会写字真的麻烦，对，就是 quiz 嘛， quiz 就是这样，不会写字就是只能写别的东西，然后猜的人可能就更难，但是如果猜对的话，就觉得哇，那个猜的人怎么这么厉害，这样。你知道我在群组里面
跟你们说，我真的思考要怎么打，我真的在想怎么打比较让他们可以理解。对，我都这样打，我都这样传给他们，然后连这个图都准备了，但还是没办法，还是怎么讲？有点困。日本艺人汉字水准又更惨，差不及才会更好笑。哦，对呀，没错。对，但啊哈，或其实这个游戏最好笑的地方是把它形容的很好笑，可能就更好笑。就是像是该怎么讲？像是阿潘，如果答案是阿潘的话，如果写有一个星星的星，就蛮好笑的之类的。反正就是，虽然是要描述它，但是写一点好笑一点的字，可能就比较。好像对，有一点那个效果，对。可惜现在比较黑的人都不在。其实我有加六个毕业生，对，只是刚好抽到的，这是刚好抽到的，就是都不是那么好笑的成员们，可以这样说吗？对，要成员会写信。妮妮还是很可惜，不是？对，我原本很期待三个人都写妙妙妙，然后就很好笑。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唯一大家字，就算是赚到，但有一种效果的答案。对，带一点大喜。对对对，没错没错。对，我原本想要的效果就是这样。七七写雨是不是有点明显？七比较明显吧。其实那个汉字七是不行的，你知道吗？但小时候那时候已经亮灯了，所以我们不要，没办法。对，我应该要写肉才对，肉肉的肉。那你讲出来真的超有梗，好可惜。还有什么？如果宫田留家的话，对，如果是宫田留家，然后你们在台上，你们会写什么呢？哪一个字？肉肉今天生日哦，对对，肉肉前辈生日快乐。川日撸撸不能写，因为是绰号不能写。对，老瘦瘦不可能好吗？而且瘦这个字，想要写也不一定大家都能写。对，解婆碰讲的碰撞，好难写。对，如果我被抽到的，我应该会写日本的日，或是二期生的二，或是写老婆的老。对，对啦，其实写老可能是最好的，对。就是可以有效果嘛，反正就是上面突然写有个老婆，然后什么的，我也可以吐槽说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就写老婆的婆，我知道婆是那个婆婆的婆嘛，对，写老是可以马上缩小范围，对，没错，就很可惜没有抽到我，或是如果我做签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觉得比较可以做效果的成人的签才会放上去之类的。可是那时候我想说，因为我也要玩，所以那就只能全部都随机。对，想要写海豚的汉字，但好像都不对，写豚，仙豚可能大家会选是谁呀、啊？猪。有人猪祖的猪吗？还是什么？还是猪奈米的猪吗？什么的？对，不会想到我。我也觉得写老是最好的。小新喜欢猪哦，对啊，小贤喜欢猪。对，拿猪米哦，是哦，拿猪米。对啊，所以就是不一定会想到我。
还有什么？其实我以为我送这个字是哎、欸，我不是提这个游戏嘛的时候，我以为大家都会先稍微想一下，如果出现这个成员，如果抽到这个成员的话，要写什么字之类的。年纪大的大呢？大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想别的东西。雷军不要写自己喜欢的字，对，大只会想到雷军，对，大不一定会想到我啊，不太可能会想到我。现场想才好，对呀、啊，唢呐，唢呐有点可惜，嗯，我也应该要先跟他们说，这个有点像大喜利，所以。写的字，比起让他们猜到，写好笑一点可能更重要，对，对。然后我有点觉得可惜的地方，就是因为 quiz 其实需要有一点美丽害丽吗？就是那种时间点，请讲答案，谁谁谁，然后可能紧张的时刻，答对，乒乓乒乓的那种感觉。只是那个时候，就是其他人，就是该怎么讲，变成现在不知道主持人到底是谁的那种状况，所以比较没有那种紧绷的感觉。嗯，我觉得这游戏过几个月可以再来一次。对，我也觉得可以，或是需要再准备一点大一点的白板之类的，可能会比较好。而且我已经跟他们说不要讨论，千万不要讨论。结果发现两组都在讨论，说我都不要讨论，不行，因为讨论就不好玩了。你们可以多一点大喜，期待之后有机会或专场。因为他们在问怎么写，就是不知道怎么写才会比较好玩、啊。对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写字，所以。才需要一点动脑，想说啊，那就写别的字，别的好笑的字什么的。可是就这样，或者是有些人想要学兽，想要写兽，结果那个字写错，这个也就是可以吐槽嘛。你的字写错了，就是没有难度的话，就变成对，就变成太简单。两组队友一个不太会写，只是大家都一起讲话，有时候听起来好了。对呀、啊，所以应该要主持人。我们公布答案的时候，大家都不要讲话，然后说：“好，谁谁谁，请问这位成员是谁？”然后那个成就是猜的人说：“谁谁谁。”然后讲完之后才用那个“乒乓乒乓”的那个，或者“乒乒”，可能这样真的比较好。要让主持人来带流程，对，就是像最后的七七那一次，预言讲。答案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听到。然后好像只有子萱听到。然后子萱说：“哦哟，对他答对了。”这样。可是那时候你没有听到答案吗？那感觉很难按。对，大家都按错了。对，这边在圈圈的时候，按后面的按钮才会出现叮咚叮咚。ね、だから、玩クイズ的时候，真的可能需要固定的主持人，可能真的会比较好。嗯，之后我再想一下怎么玩比较好玩。有那种道具有趣，以后要多用一下。对，我会加油。原声按错边，对，我会一直按错边。那个叮咚还是啊，对，是公司的。那也是姐姐帮我们准备，但我觉得有一点难过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前一天跟姐姐说，我们需要笔跟就是大一点的那个字，那一大一点的字，对，然后那哪了啊，还有。需要我们28位成员的抽签，还有6位毕业生的抽签，对，不是抽签，就是反正就是我都跟姐姐，我
就我拜托姐姐需要很多很多道具这样，对，结果就是有一种我没有达到我想要那个效果，就有点不好意思姐姐，就想说她都帮我们准备那么多，有点难过，对，白板之类的，题目前。这些用素描本是不是比较大？好像还好，因为我说 A 四的应该就够了。嗯，没关系，第一次玩，下次知道哪边可以再改进，没事后会更好玩。嗯，好难啊。对呀、啊，而且考虑侧牌的话，可能能玩的东西就更少。像是上次我说的 PP 写字，可能侧牌也看不到嘛，也不知道在写什么东西。只要是笔太细，下次可以准备粗的笔。好啊，那我下次准备这个。我下次准备这个。哎，也是笔太细。嗯，对。而且那时候我想说，就算写的太小，我可以。可以有一个一个讲一下，好，这个好老二大字，等一下我在想什么？等一下，我原本想要，对不起，我原本想要描述我的 Luca 的形容词，对不起，没有，是二七生的二跟老的老，然后大姐的大，对不起，欸，但是如果抽到宫田留家，然后有人这样写，真的会。真的会超好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没有老的老跟二期生的二，然后年纪最大的大，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要开车，但是当时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写，有这样写的话，真的会太好笑，嗯，不好意思，卢卡又不是不觉开车。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要开车的意思，车也没有来。对，这个我们就可以吐槽说，我们成员有，我们成员有男生的成员吗？姐，我刚刚频道突然收到黄牌警告，卢卡头绪吗？不好意思，姐姐不要在台上开黄腔，可以这样吐槽。可能卢卡其实是男生，对。就要公布，答案是宫田留家吗？并不，答对。不好意思，我应该要说大老二，对，这样就变成那个，那你游戏，扑克牌的游戏，对，顺序要改一下，对对对对对，可能车速太快了。也没有多好，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下次生日会开黄腔不是被念吗？不然这样谁游戏那么多老大二？还好啦，变成扑克牌名声游戏，时速200变199差比，什么呢？什么？然后，礼拜日的那个 MC 是那个游戏是一零体的，我们在小红书里面有看到，就是那你配对游戏，然后我们在练习的时候真的玩得比较快，很快就猜到，就是但是这个其实是需要一点运气，对，就是练习的时候刚好。就是刚好就是换到对的成员而已，对。你们可以几个人？我们原本是可以玩，最多可以玩六个人，对。但是，哎呢？没事。就可以有看小红书，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刚好那个连接就是小红书。那个换位置玩的人根本脑袋打结。我平常也很会玩那个游戏，但可能在台上的关系，我们还要讲话。所以就是有突然打结，那个蛮好玩的，但讲话太多变太乱，对对对，大家都有点混乱了。
对，最后谢谢你们的帮忙，就是换错的地方就呜，大家一起讲话我又看不到，根本不知道在不知道在干嘛，了解。手嘎，有点，对，台下一直在暗示。小峰晚安。反正就是排列游戏，第二天游戏就太多人讲话，了解。对，我们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决定谁是主 key， 他们玩到混乱，对，然后真的会看错。依萍跟那个墨鱼吗？真的会看错，因为他们身高都差不多。依萍原本还说他逻辑很强，笑死！而且确认正确数字有点错了，有点混乱啊！对对对对对，没错。礼拜天印象最深的是 MC 二的打架环节，公司照差太多。对，公司照其实没有很像，可是本人这样。是身高太，那时候他们发型都很像，卢卡一直看错，对，这但真的会看错。So ga， 对啊，应该要交给一个人说对几个可能比较好，所以我才说怎么用公司的，有些人发色不一样。一品昨天说他受伤，他不是笨蛋，笑死。就是刚好在台上可能就有点错乱，不过在难度增加也有趣啊，是没错的。其实只剩对三个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位置换就好，因为如果换错的话，就是错的越该怎么讲，对的人最更少嘛，所以错一个就赶快回到原本的，然后再换别人，这样就已经很快就结束。可是那天好像一直改来改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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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这个游戏也很有趣，下次让你们学习。嗯，但搞不好这个游戏可能就在玩限动，或是那你对玩影片里面可能比较好。不过燕子一开始的决策有点怪，所以我们才会啊，就是真的会错乱了。对。想说为什么我们改那么多还没对，这样对。但是如果平常的话，我相信燕子也不会这样，对。就是意见太多了，从对又换到错，那时候他们可能已经腔调，对，没错，真的不是在做效果，真的不是。燕子也是聪明的人呐、啊，你们应该知道，也是需要一个主持人带流程才对，对对对对。我不应该要讲话了，我说哦，现在不错哦，不错哦，这样太多人讲话就是会乱，对，没错。所以呢，对，平常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们也是只会自己想嘛，对。之前我的不是我的 Windows 里面也有这个游戏，对，什么3A 2B 之类的，但是这次的话。不可能有 B 嘛，不是，不可能，对，不可能有 B 嘛，对，就是因为只有那个成员能玩，所以就是有一种哪来的 B， 那个我超喜欢玩，对，可是那个就是一个人想嘛，对，而且想的人就是外面，对对对，排列这样，都是那些成员，就是我们的那个。配对的东西就真的会混乱，对，那还可以啊，反正就是，虽然不能这样说，但是在台上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就很尴尬，比起这样好，下次可以用其他照片，或者请成员提供自己满意的照片，公司的相似度太高，对，但是提公司照的其实是我。原本是想说，这样我们就不用特别准备了那个写字的东西，对，对，不用特别准备名字的字，然后该怎么讲呢？
粉丝想说粉丝也应该很习惯我们的公司这样，然后也可以顺便推广我们的这个周边，因为这个周边卖的没有很好，你们也知道为什么哈。下次换生日 T， 生日 T 我有个，这是谁的生日 T 啊？你们生日 T 太像了，不然就是名字用意的，然后后面后置版。可是名字用意就要又要麻烦，只是看公式照认人，麻烦可能会出错，这样更好玩啊！不是主持人不能，不行啊！看颜色，从后面成员看颜色不就知道了？公式照问题就是发型跟发色，还好啦，原本我觉得大家的公式照差太多，但。远看好像就还好，其实你们应该知道哈，这可能后排的粉丝拿公这样公式照，我们就是看不出来到底是哪一套那个粉丝到底是拿哪一位成员的这样，一人交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对呀、啊，这样说扇子就更不知道，更扇子的照片更小嘛，对，字会比较清楚嘛。我也不知道哎、欸，更看不清楚了，嘿嘿。算了，那下次，啊，没事，写四个字比较清楚，嘿嘿。没事啊，这次学到了，下次我们会加油。嗯、下次是九月了，对，真的每次想到 MC 真的会头很痛，不然下次用年龄对到就好，这样更难好吗？有些成员的年龄是一样的啊，你也是十九岁。你也是啊，他是二十吗？还是十九？我已经忘记了。那些玩的有回放去卖吗？之后应该会回放去卖哟、哦。嗯，反正现在我有点空虚。他说啊，公演结束了。想一想，我觉得用公式照才是最好，对嘛？就不用叫姐姐们准备很多很难的，特别准备的东西啊什么的。七夕那个之后是要拿来抽的吗？应该不会，对他们说不会。大活动之后会很容易空虚，没错。如果效果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效果，就更空虚。想想五周年，看压力会不会回来？哦，对了，没错。五周年玩可能会更空虚。对，卢卡写日文看不懂写什么。好了，那我们玩一下。我原本想要玩的游戏，我先写一个字。再提两个字，然后就猜一下这位成员是什么成员。这我在描述的成员是哪个成员？来吧，我刚好有这个手牵手的卡。对，目前都是现役的。好，可以，お疲れ。あ、ジャリさんありがとう。頑張りました。好。哦、oh, ，OK， 多久干呢？等一下哈，我是两个同站的哦，真的、哦，那是你推的成员吗？这样 OK 吗？好像可以。第一个，应该一开始写。比较难猜到的形容词可能比较好，好，第一个 ，OK，
然后第二个，这个最后写好，我想一下啊、第二个，你们知道就直接写，我看谁回答最快。第三个，第四个。欧比王正确，好厉害！我第五个人不要写这个，我也不要写这个。对，会不会太简单啊？对，答案是面面，好可爱呀、哦，好喜欢他。大学生的大没有，大是大是什么什么我不说。然后草是灰心草面的草，对。小慧，我原本想要最后写，对。再一个，为什么不敢说？差的就回小弟，什么意思？不说的就想听他，他声音很大。下一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嘿，一二三四，我可能一二三四，那我不要写好了，可能就比较简单。哦 ，OK。啊，可是这个第一个写太简单了。那我第二个写啊，怎么办？太简单了，这个也是很简单的成语。不要写，可能比较难猜的。第一个，第二个，等一下哈。第二个，第三个，等一下哈，等一下，已经是 Aki 没错。你们，我要怎么讲？这样好了，你们一回答就不要再回答，好不好？就是呢。我最后才会公布答案，但是你一回答就不要再留言 ，OK 吗？对，这样好了，这样可能比较简单。对，我原本想要写吃五，然后再来是鸡肉的鸡，对，只能回答一次，鸡肉的鸡，然后再来可能会写队长的队，然后再来可能会写，我应该是写辣之类的，辣面的辣。还是 Aki， 还是等你喜欢吃之后再没关系，可以不用，就是只能因为想说一个反正就是只能回答一次哈，只能回答一次哦，然后我最后才会公布答案，然后看一下留言谁留的最快，好，这样好了，这样可能比较好，对，好，换他，哦。我想一下，这是最后，这已经是最后，然后，これかな。好难哦，真的有点难。可以干了。好，我相信你们 OK 的。第一个，那个，
来咯，第二个，这个，第三个，这个，第四个，这个，我看一下哈，看一下留言，这么快吗？对，答案是娜娜，哭叫两个哦，真的吗？好难啊！娜娜的，还是我一开始应该要写七才对。再来是，或是长头发的长，他是因为他是长头发，我应该要写，对我应对不起，我应该要这第一个要写比较难猜的字，长，可能第一个出来。再来是什么？对，一开始要写容易。OK， 没问题，我学到了。那我第一个。我猜的时候先写汉字，然后再就是排列，换一下顺序。OK。嘿，哦 ，OK， 嘿，有点难。好难哦，有点难。等我一下哈。我在想他的。快没水了。希望你们可以猜得到。第一个，这个；第二个，好，慢慢出好了。第一个です。三、四、五。第二个，一、二、三、四、五。第三个。一、二、三、四、五，最后一个，一、二、三、四、五，是不是有点难？请回答。好，正确，答案是安安。是不是有点难？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写什么字？对，好，这是冷静的冷，冷静的静，然后安静的静，所以想说可能会想到安。开酱，这该写尬吧？我看到翁才知道，爱吃饭又跟翁好，就是对啊，就是这两个跟翁很好，然后他很喜欢吃白饭，对，笑死尬，然后双。双是什么意思啊？双胞胎的双啊，了解。这个我应该要写才对。你们应该知道安安是双胞胎吗？他有一个很像他的妹妹。安安是姐姐对不对？对，跟他非常像的妹妹。然后猜思雅，妹妹在日本念书哦，真的哦，这个我第一次知道。好可爱哦，安安。
对，这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安安的妹妹是她不是艺人，对，小帮手。原来她是双胞胎，对，没错。可是听说好像是二卵的样子。哎，既然是你不是二卵，哎，你们会说异卵对不对？异卵吗？同卵异卵的话，同卵，哎，讲错，异卵。现在握手我就看到，怎么安安在外面才想起是妹妹？对，因为日本说一卵二卵，所以才会我每次都会搞混。再一个，他们像，我觉得很像啊，我觉得很像骨头吗？骨头很像，可是脸的话不是一模一样，对，应该是很像，但不是一模一样，很像就是姐妹的那种感觉。身高一模一样，身高几乎都一模一样。啊，这个不要。哦、OK， 想一下，谁攻铁牛家？不告诉你。我在想。其实不是很熟，不熟，就是用一个字形容，真的有点难。是这样写吗？好，没关系。我前面是写一个有一点 fake。好，第一个是猫，一、二、三、四、五，再来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好，再来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好，再来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好，最后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好，答案是果果。鲁克太快了，我只要写猫，就是被回答说果果。没有，我这边就是想要一点很看起来像祖祖，对，看起来像祖祖，但是出现音，想说为什么是音？然后再来是高啊、哦，那应该是祖祖吗？这样，然后最后出现是 B 果宝，每天在叫不是叫假的。对，其实我写猫是因为他有养猫而已。对，猫写错，没有，这是日文的猫，不好意思。我知道台湾的中文的猫是这样写，然后等一下，我知道中文的猫是这样写，但是我不确定宝的宝是这样写吗？我真的乱写。只有三只猫，是吗？不是一只吗？看看哈，哎、欸，我竟然没写错，开心，圈圈啊，我只知道圈圈，然后果果好像有一只狗跟两只猫吗？还是两只狗一只猫？没关系，两只狗狗，嘿嘿，它后面有哪只跟三只？果果也有很多动物，对对。哦，所以祖祖现在变成三只动物了，好多好多。好，对，
哦、OK， 想一下，这有点难哎、欸。哪支歌也三也是最近你演的，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啊，但我写这个可能会被，可能说有点奇怪。嗯，会被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我想一下，我想一下，会得罪人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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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想写的字，可是那个要怎么写比较好？我在思考。我相信你们可以懂我的意思嗯，好难哦，好难哦，好难哦好，这个就变成刘家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的游戏。想一下，我也认真想一下，这还要问吗？当然是我。呢，看看啊，好，先这样。好，先这样吧。第一个。一、二、三、四、五，再来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再来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再来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好，我再等一下下，最后一个可能比较简单。小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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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后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 ，OK。小鸟丢了个简单的那个，这个要帮我想一下，我的脑袋在想什么。目前没有答案，是不是很难？我再加一下，这个，好 ，OK， 答案是燕子。对不起，小是因为我不知道矮怎么写，对小小子，然后就是想说预言家。我应该要写狼人杀的狼吗？可是狼写狼好奇怪，那应该是写杀吗？反正预言家应该是救人的角色，那我写救。然后水晶预言家，反正就是要看谁用水晶嘛，然后就用晶。然后鸟燕，因为不能写燕子的燕，所以想说写鸟。鸟让我想到是雨林，雨林的话我可能会写别的东西，对。然后再来是预言家的预。你可以写啾，对啊，如果是雨林的话，我会写吻之类的。三个日还以为是太阳，看到金本来是想直选，哇，这个就是猜看我的脑袋到底在想什么。谢谢燕子。哎，时间快要结束，那就最后哈，啊、哦，幽灵水晶啊，啊。那我可能会选 U 这样，没关系，下一个。
那我乱写汉字好了，你们就猜，你们就猜一下哪一个。最后我想要表达哪一个成语 ？OK OK， 好。这是我最后的字。嗯。等一下，快没水。这里也没水是怎样？都没水。啊，有了有了，好像有一点。对不对？不对不对。等一下哦。那个字要怎么写？等一下哈，这又不会没有突然想到，不是，我不知道那个单字怎么写，啊、可是看了手机就，我要想，我要努力想，对，你们就帮我猜，帮我猜，注音吗？你说出来，我们帮你。不行，说出来就完蛋了，说出来就被……好，我还是查。啊！想，我猜中文是不是也是这样写？我查一下日文。中国語。你知道汉字不是字？我知道中日文的意思，但不知道中文的这个单词是一样吗？好，那我写错了，这个我改一下。又没水了，可恶！分かるかな？没事，我们这边有日本人。哎，那个，もっとあるかもしれない。这样好了，OK， 来了，第一个字，一、二、三、四、五，第二个字，这个，一、二、三。四五，第三个字，这个，一、二、三、四、五，好，第四个字，等一下，这个要怎么？啊，可以，第四个字，这个，一、二、三、四、五，第。五个字，一、二、三、四、五。第六个字，一、
二，等一下，一、二、三、四、五，最后一个字，一、二、三、四、五，答案是米娜。谁先啊？柏成先对，恭喜！很早就在这里。对，高是声音很高的高，然后性是性感仓鼠，性感仓鼠，性感仓鼠的性。然后三个就是因为他算 TB 里面算是姐姐，所以我写姐。对，解约。我原本想说写字要歌的写字要怎么写？是解吗？可以剪掉的解吗？对，简约的简，对。然后雨是他很喜欢小雨，所以我写小雨的雨。然后圆是他的脸圆圆的，所以我写圆。对，然后最后鼠就是他就是性感仓鼠，所以我写仓鼠的鼠。我一开始想说身高还是身高高，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高，没错。所以恭喜柏成，性感仓鼠他自己说的，我是仓鼠装的，阿阿美乐拿捏。抱歉，高跟鞋就很难联想。对啊，就是故意的啊，就是没办法联想的字先写，然后再来写比较会联想的。我学到了，因为我刚刚第一个写很简单，然后就。前两个字就被猜到，谢谢赛的救救你。So you game 的卡，谢谢赛的臭臭你。好，那就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这是前两个字有感染的，没错，这是刘家的刘安龙呢。Quiz 你要不要连知识呢？下次什么时候播呢？下次吗？我有点忘记，我看一下哈。谢谢米酒的掌声鼓励。懂了，下次应该是七月的。今天是十五号对不对？十九或二十，应该是十九，应该是对。我再看看，哪个比较好？十九跟二十，你们决定。如果二十比较好吗？看你吗？都可以。我也是都可以。十九好像很多人哦，真的吗？那我改二十好了。好啊。好，在二十之后应该是二十四、二十六，应该是这样。路还常开车吗？我不会开车我有驾照，但我不会开车。我没有车，对。哪个成员很少就哪天 ，OK。好了，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晚上十一点后看哪一种车。谢谢你们。下次就改一下，不是 TP 成员，可能就是要猜哪一个音乐家之类的。路卡不开车就不是路卡了。路卡拿到肥皂吗？刘家没有拿到肥皂啊，我刘家只有拿到卡。小雨，太难了，好。晚安，宝卡。我现在家里有还没吃完的肯德基的蛋挞，对，等等再吃。小雨可爱，卢卡也可爱。谢谢 Rex 的深深动心。卢卡超可爱啊，谢谢。好来，我要念板咯。今天的前二十名是谁呢？卢卡最可爱，谢谢。卢卡酱的鸡棒可爱哟，ありがとう。卢姐可爱，谢谢你啦。我想想哈，那个有的笑到的，我睡着了。对，我今天午餐是165块钱的肯德基的套餐，花生、熔岩、鸡肉、
卡拉鸡腿堡嘛，就里面还有薯饼跟鸡蛋的那个，然后这个再加两个蛋挞，然后就165。对，那你晚上只有35，没错，没错，没有。但我昨天只有用100，前几天只有用100多块，所以没事啊。我现在改成一个礼拜不能超过1600，对，所以应该是没问题。谢谢廖的紫光不梦蝶。那蛋挞冰不好吃，我会加热，对，我会放微波里面。花生酱的很好吃，对，那也不错。好的，晚上35怎么过？可以给我用前几天的那份，这是给自己的限制啊。对，没错，因为我把甜点，我在甜点上真的会花太多钱了。想说不能再这样，加甜点怎么办呢？甜点就是算在里面呢，也、欸、OK 的 ，OK 的。那个165我是加两个蛋挞的钱，所以汉堡本身可能就是120左右。哎、欸，没有啊，100左右吧。对，然后蛋挞就当做30块。对，是另外一个位，但是钱包是同一个。你如果加饮料的话，50块就没了。对，所以我最近就不能点饮料，汉堡现在好贵。现在我也会限制自己只能看卢卡，这是最棒的限制。好，那我要念版咯。哇，今天的版好特别哦，看看哈。今天的第10名是小吉，谢谢小吉。第9名是雷军，谢谢雷军。第8名是军政525，谢谢军政。第7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6名是欧比王，谢谢欧比王。第5名是六，谢谢六。第4名是 Plus， 谢谢 Plus。第3名是 Rex， 谢谢 Rex。第2名是强哥，谢谢强哥。然后今天的第1名是盛源，谢谢盛源。一解图，啊，那 Eric 之后真的不能看其他成员了，笑死，小心被抓到哈。谢谢这个直播辛苦了，早点休息，谢谢直播辛苦了，今天辛苦了，赶快去吃蛋挞，没问题的。Plus 晚安，笑死，886已经抓到了，啊，不要乱找别人了。我在找你那边，很常看到 Eric 啊，真的、哦，谢谢卢卡，我爱你。お疲れ様、ありがとう。卢卡直播辛苦了，拜拜拜拜，晚安，拜拜晚安。米酒晚安，快吃晚餐哦，晚餐吃了圣诞塔，他要我拍他的吧。拜拜，辛苦卢卡的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拜拜拜拜，回家中，拜拜。卢卡晚安，拜拜晚安，大家晚安。拜拜，辛苦卢卡的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拜拜拜拜，回家中，拜拜，卢卡晚安，拜拜晚安，大家晚安。